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人，那我接下来会带来三个不同的角色，那希望给你们看看我不一样的面貌喽，谢谢。哎，金小姐，你是要找三友啊？快请看这个包子啊！你要许小姐，哎，两块钱就好了。哎，先生，你吃过早餐没有啊？好像吃过啊，那就是吃了等于没吃嘛，再吃一个。帮我们来发问。其实这个红小喜什么都好，就是造型不好啊。他连换了三套。对，就是这三个造型都不适合他。我建议你今天这个 audition 完之后，第一时刻把头发剪掉，短头发绝对适合你，会让你亮眼一百倍。短头发。对，这长头发让你看起来又老又俗艳，又没有气质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造型不对。只要造型改了，我相信你会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有机会发光的。谢谢。好，等一下呢，赶快去剪头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请梁导针对他这三段不同，从那个早餐妹啊，然后到很妖艳，到这应该是歌女卡门。哦，Carmen 的表演。我跟那个造型大师啊，有一点点哈，一点点说法不一样。当然，时间准备不够。是。他如果说他有很多的时间，每一个他。刚刚一共是三个嘛，卖包子的，卖秘书的，各一分钟。哎，对，有多个几分钟给他改变造型，可能会有不同啊。嗯。啊，所以时间的关系。是。那我会讲这些，就表示啊，你是第四位，那我应该会记得你。谢谢。哎，不错了，梁导要记得你，不得了了。不，
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，有备而来。我觉得他是有备而来，他，我觉得比较我认为还差强人意地方就是，他卖包子跟那个秘书啊，的表演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哦，卖包子跟秘书没什么差。没什么差，但卡门有差。好像卖包子的，一早卖包子，然后就去当秘书。这里上班当秘书啊。所以秘书是上班就当，就六点出来卖包子，然后今天才九点当秘书开始。对，然后到了下班就这样子。哦，下班他一卡门，所以呢，他就早中午三餐这样子表演。他确实他是卖力演出了，卖力演出，有让我有印象。有印象，好，这个小西导演他们说有印象。那我们其他评审有没有要再发问我们小西的这个三段的演出？玉山总监要不要？繁中就是赶快去剪头发就对了。好，剪头发，马上来成立。短头发会让你好看很多很多。好，谢谢。我补充一下那个梁导后面的好了。对，就是你前面的两段表演，我觉得因为是独角戏，然后看起来似乎是跟别人也是有互动的，可是你整个一连串太快太快了，你完全不给对方。假设那个对方在跟你讲话，你完全那个反应，我们都还来不及去思考他是什么，那个反应就全部出来了，所以他一连串就稀里糊涂的。所以我对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你一直在换衣服，那这个诚意我觉得非常肯定这样子。那下次试着做这样的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节奏稍微掌握得好一点点，好，那可能会更好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谢谢我们这个四号的小西，这个连换这几套衣服，早餐妹到秘书到卡门啊，照三餐这样子，在这个兼差不容易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。